环抱大陆的广阔的资源之源泉海洋，以及它具有的无限潜能。现在世人都将目光聚焦于海洋，当今是海洋的时代，拥有了海洋上的主导权，就意味着掌控了世界市场，即可全球化。人类在海洋造船产业的新模式下，为实现这个目标而不断挑战，实现试验成功的最佳解决方案，制造多芯管的大川株式会社会给您满意的回馈。大川株式会社自1981年创立的30多年来，以相互信任和挑战精神为指导方针，在海洋船舶制造领域里成为技术最领先的造船器材专业企业。我公司产品能够满足海洋、近海及其他产业所需的不锈钢焊接管，大川株式会社以最高品质的技术设备，为各行业生产和供应最优质的不锈钢管、多芯不锈钢焊接管。大川的不锈钢焊接管、多芯管产品获得了世界所有船舶机构的认证，为客户提供最先进的技术和最高品质的产品，并为从事人员提供最可靠的安全保障和最好的工作环境。本公司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也为环境改善做了很大努力，这些努力使本公司获得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 ISO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不锈钢焊接多芯管是大川株式会社在韩国国内首家开发成功并商业化的。公司成立以来，等国内各大造船厂的多芯不锈钢焊接管年需求量的90%以上由我公司提供。全球不锈钢焊接多芯管年市场需求量的70%以上由我公司提供，是名副其实的不锈钢焊接多芯管行业中的最强企业。这一切都是大川株式会社始终如一为客户提供最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而取得的成果。多芯管广泛适用于船舶、海洋的成套设备以及建筑行业中，具有运输液体、气体、电力等用途。管子与管子捆绑在一起，既能提高施工效率，也能起到稳定的作用，还可提高管理效率。管的外层由 PVC 覆盖，可抵抗长时间的腐蚀和外部冲击。其他会社的一般产品是把6米的支管拼接进行远距离施工的，而大川株式会社的多芯管无需中间的拼接，最长可达到1000米。这样还可在看似微不足道的连接工序及检查环节中降低费用。使用环箍可以同时铺设多条管和电缆铺设，不仅能简化安装，还能减少安装空间和节约安装费用。我们大川株式会社不仅能应顾客要求开发和研制最优秀的产品，还可以在产品交付使用后，通过售后和品质管理系统继续尽全力为顾客提供满意的服务。以技术革新为基础面世的多芯管，我公司以具有针对性的产品品质和生产力，在世界市场处于领先地位。走向世界的大川有限公司，我公司正在通过与韩国首屈一指的大企业及海外优秀企业的有机联系，创造产业成功的神话。通过产品的竞争优势，正在成长为海洋造船领域代表性企业的大川，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我公司以坚持不懈的磨砺和钻研，获得了出色的能力和专业技术，并以此为基础多领域拓展公司业务。大川株式会社在生产造船器材的同时，还扩大到石油化学成套设备、钢铁制造、纤维制造、铁路和航空等产业领域，
大川公司必将在世界先进企业中占有一席之地。创造与革新，引领新变化和挑战的企业，本公司为把人类发展创造价值建立在相互依存、共同发展之上。作为全球性革新者，大川仍在努力为全球客户提供最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大川株式会社成为您事业成功的最佳伙伴。